Sky 啊！而家出發啦。蘇花，我覺得 surprise， 因為冇期望，點解咁似思思啊？然之後就準備夜宿啦。啊，呢個就係我小朋友啦。Hello。今日瞓嘅地方係喺。早晨啊！而家系第二朝嘅朝早，瞓咗一晚，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呢个 package 嘅内容同埋一啲感受嘅。其实今次个 package 咧就系喺飞猪上面买嘅，佢系按人头计大小同价，每个人大约系700蚊到啦人民币。咁其实呢个系个亲子套餐嚟嘅，咁其实可以带人带住小朋友，因为个科普型咁样物体啦，咁所以其实可以带人带住小朋友一齐嚟参加嘅。咁可以俾小朋友认识嗰啲关于海洋生物嘅嘢，其实都系一件好事。咁当然大人都可以啦，咁就好似我同阿 Yan 咁，两个大人其实都可以嚟参加嘅，冇话唔得嘅。咁所以我哋就报咗啦。咁呢个套餐包嘅就系、是首先个门票啦，两日嘅门票啦，跟住包咗琴日我哋录咗嘅内容啦，包括咗有个夜晚嘅晚餐啦，同埋有一个导游带住你去参观北极馆同埋南极嘅企鹅馆，同埋啲介绍嘅。咁夜晚都有一个科普嘅一个课程啦，同埋有一个有趣嘅折纸板嘅。內容都幾多嘅，當然包括咗第一晚嘅喺一個水族館度露營嘅所有嘢都包曬啦，包括咗個營啦、啲寢具啊等等各樣嘅嘢嘅。然之後嚟到第二日啦，第二日朝早就包咗個早餐啦，咁同埋包咗今日嘅飛嘅，咁你都可以喺個park度繼續玩。咁呢個就係個 package 嘅內容啦。咁同大家講一講瞓咗一晚嘅感受啦。覺得佢有少少混亂嘅，因為我昨天打電話去同佢溝通嘅時候，佢哋都有講話，因為呢個營都係比較新啦，啱啱推出冇幾耐嘅對海昌嚟講，所以其實佢都係在改善中嘅。咁首先講一講昨天嗰個摺紙啦，因為嗰個摺紙嗰、那個昨天應該冇乜幾個人係完成到嘅，因為比較難啊，你摺嘅嘢，咁所以最後目測應該就係得。我和我老婆啦，同埋兩個小朋友坐喺度一隻鐘，唔知佢有冇完成啊？咁然之後嚟到 camp 瞓覺嗰度啦，我哋一落嚟嘅時候，發現我有個營唔見咗啦，俾人哋攞咗啦，證明咗佢冇人喺度管理，大家去分，其實係有分個營嗰度都有寫 number 嘅，但係唔知點解我哋個營就俾人攞咗，最後都要叫翻工作人員去幫手去搞翻先，至可以攞翻我哋個營啦。另外個營個 size 大家可以望到啦，其實。一開始他有問過我們要幾個營的，當然他沒有跟我們說他營的大小有多大，我 assume 了啦，覺得他應該挺大個的。其實這個營兩個大人分的話，其實我可以說慢慢慢慢緊，還有少少逼的，因為你還要放些行李進去嘛，一個人分一個就最舒服了。他的 package 呢包的在水族館睡覺呢，我本身以為就是這樣的，但是一嚟到現場，大家就我首先就有少少失望啦。咁就其實係變成咁嘅，咁都唔緊要。因為我哋加咗錢啦，去咗一個鯨沙館啦，每個人都要加30蚊嘅。加咗錢去鯨沙館，大家覺得如果叫鯨沙館嘅話，你係咪瞓覺嘅時候應該會見到？而事實上就係呢個鯨沙館入邊。在它的玻璃後面的大魚缸裡面是沒有鯨沙的，只有其他魚的，我真的覺得失望之中的再失望了。那為什麼我要加錢來這個地方呢？那我們現在開始要起身整理好，然後交給他們的，那我們現在就整理一下先。阿 Yan 打個招呼，好，這樣先吧。再讲，早餐时间，食。搞笑喺门口，佢就自称系网红餐厅。
除了我哋之外，系冇其他客人嘅，超级安静。几全员行李啦！我哋而家系喺呢个 park 入边第一批入嚟嘅 guest， 佢哋仲做紧 sound check 啊，听到？但我哋已经可以入啲馆啦，我哋而家入去呢个海兽探秘馆度睇下啦。矮仔，我哋而家入咗佢嘅珊瑚馆。就是我以为会露营的地方了，但是它这里也太短了吧，人家那些很长，它这里这么短的。我哋睇咗几个海洋馆啦，深海海洋馆、平沙馆、跟住珊瑚馆等等各个馆啦。我哋而家会去坐缆车翻返去极地区。黐线，俾人望住，所以冇做到我。我哋而家坐缆车，等紧佢。我哋而家睇 4D 影院，唔知系咩戏，睇咗先。全部位都有冇隔开坐，几好啊！有保持個 social distance 唔錯。隨時可以追㗎啦你。一隻仔。跟住我哋而家嚟咗一個天幕。見到好多人嘅。天幕劇場。天幕劇場。我估應該係好似以前喺澳門 COD 嗰個 bubble 咁樣嘅一個 show， 我入去睇下啦，要等20分鐘。睇嚟真係同 bubble 一樣，有一個球幕嘅 show。有現真臨咯，佢呢個。是不是隨便給你看，有些科技，故事性，是有故事性的。給你在演出之前還有一些互動遊戲，等你等的時候可以玩。来来来
我哋啱啱睇完咗殺人鯨嘅表演，講點啊？好睇，超好睇，好萌。要被萌哭了。跟住佢哋都係有故事性嘅咯。佢其實呢度啲 show 都幾，全部都係唔係求其做個 show， 佢係有個故仔連住嘅，所以都幾用心。用心啊！佢個 crew 係外國請嘅咯，即係我覺得佢啲 show 應該個 cost 都唔低。跟住我哋講咗一完咗嗰個 show， 離開咗，跟住就搭咗纜車趕咗過嚟睇。即刻決定要睇第二個 show。即刻決定睇第二個 show， 即刻趕咗過嚟海豚館睇海豚 show。我哋已經在個場館入面坐低咗啦。我哋剛才看完海豚 show 和玩了个 attraction， 现在刚刚拿了几串的行李走了，等等，因为都累了，我们现在是大约三点钟左右，我们就去搭车走了。我们玩了很多东西，差不多基本上可以玩的都玩完，因为他们 最刺激的那个新车是没开的，如果不是都会玩的，是的，一定会玩。海豚那个 show 比殺人鯨那个 show 比较 commercial 多一点，故事性没那么劲，但是海豚真的很聪明，是分裂的，是啊，搞笑，不是一个故事，海豚很聪明啊，但是殺人鯨真的是因为我看过最好的動物 show， 因为它是带出了一些东西，它不是说它是教育意义，只是去消费那个動物，它是教育意义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走了，我们出去搭巴士去地铁站，拜拜，再见。